我是山东，去看其他两个小姐姐，其他两个小姐姐，我带你们看其他两个小姐姐。非要看两个，其他两个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有大男人在这儿，小姐姐睡觉了，要看两个小姐小姐姐，姐睡觉了，是大一路一奈，是大一路一奈，小姐姐要睡觉啦，滚，不用你，不用你，不用你。溜吗？溜吗？溜吗？那你说大一路一内，哎，这镜子的酒还没喝完，操，滚犊子去！我啥给弄得裤他啥哟？我啥给弄得裤他啥哟？你看这，哎，我要睡觉了。一笑你干杯，干杯，拉比斯，来给我拍下来，你老刘，你能不能正经一点？那看小姐姐干活了，这是牛舌头，猪舌头。猪舌头不是牛舌头啊！猪舌头，嗨，看粉色衣服的小姐姐，粉色衣服的小姐姐在洗澡呢。牛不是牛肉干，是那个牛。牛舌头，牛舌头，走，我们去看他。来吧，奥伊德，奥伊德，nice body，口条，舌头，舌头。这是牛舌头，不是。然后我们一直，然后都戴着口罩。然后在日本嘛，然后这边疫情比较严重一点，我们一直都戴着口罩。好吃，熬细。就你睡。谁呀？粉红色的粉红色衣服的小姐姐，然后人家想看粉红色衣服的小姐姐。哎、Hello, 粉红色的小姐姐来了。粉红色的衣服的小姐姐已经。你要吃东西啦。嗯。你要吃东西啦。小姐姐不化妆都好看。嗯。小姐姐不化妆都好看。嗯。小姐姐没化妆，小姐姐没化妆，你化了妆，然后就吓人。那小姐姐不化妆，然后小姐姐不化妆，然后都很漂亮。今막회쇼핑시테나이，开销して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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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销很娃是化妆品，开销娃是化妆。啊，你不吃啊？这是啥呀，妈妈？嗯，这个是啥？牛舌头，这个是鸡肉。嗯。哎，你别老看我呀，看我不好意思吧？没事，吃吧。嗯，赚粉丝赚钱了。人家都没有人跟我说你，人家，你快弄啊！他们都没有人给你刷钱，都走了一会儿。今天戴口罩的防你们吗？嗯嗯。美女是烟台的吗？美女是烟台的吗？啊，不是烟台的。卡哇伊，阿里嘎多。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って、かわいいって。这是老头啦，我坐在老头背上呢。哎呀妈呀，没，你不要拍。挺标准的日语，那妈妈呢？毕竟呢，毕竟呢，毕竟呢，兄弟干得好，兄弟干杯！猪舌头，我以为是牛舌头呢。晚上好。你把这个毕竟啊，他裤裆，毕竟啊，他裤裆一路跌，等多久了，在那边。好的，开始。嗯，美容院没化妆。没事啊，不化妆也是美女。卸了妆也是美女，打了个一番话可以，打了个一番话可以，没打了打了打了个一番话可以，私一番话可以でしょう。干杯！足足きれい。瞅到你小裤裤了，小内裤了。我说吃鸡，我说吃鸡，我说不是。盖儿没有盖儿，没有拉布。我说吃鸡拿裤带。啥呀？你盖儿？咋拉布？我扔那，看到都埋了。还有福利。阿西基嘞。你滚那边直播，你滚那边直播去，我要睡觉了。阿西基嘞，爹，阿西基嘞，阿西基嘞，爹。哦，我不吃，减肥呢，打野斗，打野斗。五点了，我的乖，我的亲。我跟你说，你再不起来，我踹你啊！我起得来。你说他？哦。我起到了，ありがとう。你看，私あなたが好きです。私あなた有名な方です。私のこと愛しているいて、愛してるよ。わききれい。わききれい、わききれい、わききれい、意味は。わききれいよ。そんなことない。小姐姐几号？小姐姐一号、二号、二、三、二、二。一下二呢？二呢？二二。老头早就到你身边了，我都骑在老头身上，你们在干啥？你说。一号我包了，他一号包我，一库拉包了，一库拉，多少钱？多少钱？一库拉？你好，美女，你好，帅哥，美女，我就睡觉了。晚安，おやすみ。おやすみ。你怎么穿着那么丑的拖鞋啊？那你就给我这双拖鞋，你给着我就是这个。那客人一直都以为好热情，小朋友，全都给你打包带走。我儿子，我也瘦死了，我不让你们喝了。嗯，不是，我们喝完这个就不喝了，就睡觉了。你再吃吧。哦，不吃了，不吃了。你们是日本人，不是我们是中国人。布拉吉，布拉加，说托尼是得好戏。布拉加はないです。つけないです。
那你得笑。Hibiki chan, Hibiki san, Hibiki queen. 老流氓加哪不得哦？请把相机。老流氓睡觉了。亚发西小姐姐有啥服务？啥服务？不拉加瓦哪一得是？不拉加瓦哪一得是的哟？お金ないだからブラジャーつけないない見せてないでしょうないでしょう女朋友どどえわ見えませんよ。見えませんないよ。嘟嘟嘟。嘟嘟嘟。肩紐外して。小心一点，不要。一直摸，没有的啦。然后就那个日本人，然后就问我穿胸罩了没有。我说没有钱买胸罩，所以没穿。他说米塞带，然后就看一下的啦。我再上那个房间里面去，不要打扰小姐姐睡觉。一会儿就扇死我。扇死我。那娘们儿。给手机。什么手机？你先说吧，我上个厕所。トイレ行きます。なんで？トイレ行きます。然后别拍到，然后后面连了。嗯。差点都不冲了。没冲啊，冲了吗？不是。哎呀妈！这什么东西？你这是？你在日本哦，四朵在日本，还有送小星星的。卡哇伊呢，那个男的是谁？问你，哪有个男的？这里有男人吗？这好缺男人呀，有男人吗？他们在那边说话呢。有男人吗？虎了吧唧。啥？虎了吧唧，这是。虎了吧唧。胡了吧唧，胡了吧唧是东北那边方言吧？不知道。在日本哪里？在日本名古屋南高呀。口罩扒掉比较好看。总是像星星大大流星了。口罩扒掉比较好看。就不扒。我是马来西亚去日本旅游吗？不是，我们是在这边工作的。我们是在这边工作。日本で働きます。角度很重要。角度很重要。你。我朋友这个神经病，然后睡觉去了。妈，阿里嘎多，啾啾啾，小星星，谢谢礼物，阿里嘎多，谢谢。
你是中国人吗？对呀，我是中国人，我就是，我现在在日本，迷人小酒窝。你不，我在房间呢，我现在在房间，我们三个人嘛，然后就是四个房间，然后就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嘛。困呀，困呀，睡不着，需要哄哄，他把靠敲来，咖啡吧，啊，镜子给给给，我开门。お金、お金ね。小姐姐、おやすみ。这边灯不要关嘛，也就那个烟灰缸呢。不是说没有烟灰缸吗？我也不知道呀。挨着我睡不行，就在你门口一直蹲着呢。他咋哭哟？他咋哭哟？可不止一个，可能不止一个，空空如也。就空瓶子也行啊，空瓶子也没有啊。你找个，你那茶杯拿去。茶杯哦，我找着了，我找着了。贴东西，我倒是想贴呢，贴了不就变大了吗？幸好他又没有住的人家，要住的人家不就死老鼻子了？睡觉睡觉睡觉。没有，我们三个女的。睡觉睡觉。哦。哎呀。你别给我扔地上去了。我给你直接给你扔哎呀，你的爱会将我灌醉，我是我的酒会将我灌醉。你回你房间去，你回你房间去。OK，OK，OK 啊。别吵着我。トイレ、トイレ。隣、隣の机の上。阿鲁哟，嗯，对，我在日本。是不是睡一晚上吧？谢谢你们今晚的陪伴。不客气，偷偷看你们，偷偷看他们睡觉干了啥？偷偷看我脱裤子，现在正脱裤子了。现在正脱裤子搞，打没有？没在带，小姐姐没在带哦。喂，小姐姐要睡觉了。小姐姐要睡觉了。小姐姐要睡觉了。睡前放肆一下。
过来抱着小姐姐要睡觉吗？这边电话没接，还没接的电话。关键是他没响啊。不是不是，嗯，挤，嗯，那个是，然后那个乖睡觉了。粗鲁的语言答没有？嗯，我不温柔啊。留个念头。我不温柔啊。可爱的笑，可爱的笑，乖，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单。乖，是不是没卸妆？这些人都不化妆，没化妆。揉揉揉揉揉揉他的胸，老流氓，不化妆。嗯，胡摸。这个化妆了，你不卸妆吗？卸，护摸，不化不好看。这个卸妆。福达里多么可爱呀！阿里嘎多，福达里多么可爱呀！嗯，我要我来拿。福达里多么可爱呀！哪里福达里？嗯，就是这样的。这个，嗯，对对对，就这个，嗯。福达里多么可爱，阿里嘎多，褒め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ね。なんで電気消す？消すよ。なんで電気消す？おやすみ。おやすみ。こっちも電気消したよ。おー。こっちの電気は。友達の家は電気は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です。这是我朋友的家，然后就是我们明天休息嘛，星期六、星期天休息，然后就是来我朋友家玩了。妈，这小姐姐没了。喜欢日语，啊，我挺喜欢的。挺喜欢日语的，这么黑，对呀、啊。电梯はどこ？電梯。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いいや。ありがとう。ファンソンキス。どこ住んでるの？あの、三重で住んでる。三重で。没事、很安全。对的、很安全。洗呀、啊，弄啊，自己摸自己没有的啦，没有的啦。ありがとう，谢谢。ブラジルで僕の顔。布拉吉鲁的没有穿，不是冷冷，舒服点厉害。不吵。我不要下，我要一直陪着你们。みちゃんは中国。そうです。私中国。ありがとう。キスありがとう。素颜难看，对呀、啊。然后我也不喜欢化妆。就这样。其实抹点口红比较好，就是现在，然后就是嘴看着特别红。
みんなかわいいよ。みんなかわいいよ。ありがとう、小チツドゥ。大家一起祝福你，谢谢。老酷呢？日本住んでるの？みんな日本住んでるよ。你不能辜负大家。啊，我一直陪着你们。我一直陪着你们，日本語を勉強する。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そう、今勉強する中よ。でもさ、日本語は難しい。もし今日勉強したら明日使わないわ。すぐ忘れるじゃん。用行動。啥行動？啥行動？一直陪着你们呀，你头像都怎么配？谢谢你的温柔，没有的啦，大家都挺温柔的，谢谢一直陪伴，小粉红，太美了，没有的啦，没有，好的，开心哦。哈德卡西姐姐人美心地好，没有啊，就是我就是傻不拉几的那种。对你老公一直幸福，关键是我没有老公呀。升级，不是有充电器吗？给我拿个充电器呗，我都快没电了。先给我充充呗，关键是我车里面然后有充电器。再来一下。没有，人家都就长得挺吓人的，都没有人追，真的，真的，卡哇伊素。卡哇伊素，我们陪你，谢谢，谢谢有你们陪伴，我们一起追，没有啊，我今年有保密 ，nice， 阿里嘎多。充电器，插头呢？你站那下，你自己找去。你把门给关过来，要么一会儿我就吵着你。不是充电器，不是那个在哪？手机没电了啊！手机没电了。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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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进来的朋友，同色度榜进入，谢谢新进来的朋友。